努力的唱诵，双手跟着老师比划。虽然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小朋友似乎还在状况外。再一次，首先不放钢琴的地方，两只手，两只手放钢琴的地方。好，准备吹就唱啊，两只手。此起彼落的手势，左顾右盼的眼神，场面还是一片混乱。这一群慈济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小朋友正在进行的是水唱演绎的彩排，这也是今年幼教毕业典礼的重头戏之一。 OK good 爱的鼓励 good 反馈。马六甲慈济大爱儿童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除了传授功能性知识以外，更注重品德教育和生活教育的推广。2011年，幼教首度在校内推动水唱演绎，以业障为主轴，教育孩子反省改过。而2012年，则以水唱果报障，引导孩子去恶向善。2010年，台湾慈济大力推动慈悲三昧水忏的演绎，马六甲分会也有跟进。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我有看过，然后觉得很感动，我也想说马六甲幼儿园其实也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刚好有参与水忏演绎的律师老师，他进到办公室，然后他对我说：“哎，老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想让我班上的小朋友演出一首水忏。”当时淑云老师给我说一句话。要远不要一般，要的话就全校的孩子来一起演出。所以说我只是那时刻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开心。为什么我们要推动？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希望孩子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绎，他看到自己的习气，然后学习改进，达到改往修来的目的。2011年，大爱儿童教育中心决定全面推动水忏，老师们透过开会筹备、讲解、彩排，计划以半年的时间来推动。只是老师们既无经验又毫无头绪，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当我们在跟全体老师说我们要在毕业典礼推动水唱演绎的时候，老师们都认同，只是他们会担心说在时间上跟工作上的分配，要选歌啦、歌词啊，还有甚至那画那些地图，真的是一窍不通，完全都是不懂要怎么如何选择。之前都没有那种先例，就是有像幼儿导读经文的这部分，所以其实刚开始是有点无从着手。一个概念的产生容易，但实际要如何运作，却必须众人合心。我们事先就会规划好老师所需要承担的工作岗位。我们当然会自己先做一个时间上的规划，比如在看重新检视全部的时间表，哪一个时间是我们可以挪出来让全体做一个演练的部分。有了基本的规划，但要如何实际落实，则考验老师的用心。那他一首歌，我就要把它分成两段，就是一个是手语，一个是妙音。那么手语呢，当然是我们成人表演的手语的话是很简单，但是对孩子的话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就把它简化成非常简单的手势。然后妙音也是一边看 MV 一边把它画图，然后把它更简化的教我们的其他老师。甚至要画那个图形的时候，我本身自己用自己的想象来画，但是想的时候好像不对劲，跟赶紧跟我们的淑云老师请假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四合一的淑云姐回台湾去高雄看的小鸡蛋现场的演出。当时看现场演出的是真的是一边看一边画，一边是把那个水他的精髓给他写回来。等到回来到我们马六甲的时候，我就赶快静静的赶快把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如何的去画。纸上谈兵看似容易，但实际操作又是另一个问题。孩子们要背歌词，又得看标签，既走位比手语，
即使是一星期三次的密集练习，老师每天都得重复提醒。不是，两个手一起高，一起下来，再一次，两个手高。他们今天学，明天忘记，然后重新再教。所以呢，今天教就是老师依旧学耐心，还有忍耐度要很强。然后就是有时就是说，哎，知道这个孩子不能的话，我就会多用一个时间。因为毕竟有的孩子是比较动态的，他进不了，所以他就是当时他能演，所以说我还是这个眼睛你很棒很好，再站住，再来演，再一次演一次鼓励。同样面临考验的还有这位负责精藏导读的马永贞老师，要如何用浅白的语言让孩子了解璀璨经文，这正是他绞尽脑汁要克服的重大难题。就是在花了蛮长时间，好像两三天，就是在转在这里这个地方的时候，后来就是一直做不出来的那种。我好像是多事。然后后来园长有告诉我了，就是因为小孩子嘛，所以其实你不用就是太过深奥的东西啊，所以后来就有跳脱出来，就是想就是用小孩子常犯的一些行为，比较容易犯的行为来做一提醒，这样子。忏悔，爱意深重难自拔。什么是爱意深重难自拔？你们喜欢什么？爱意深重。哦，爱意深重。玩具，对不对？哇，爱意深重，看到爱意深重，有铅笔的爱意深重，我也要买。有那个纸的 MV 也要买，这个我也要买，那个也要买，这些都是起的什么？贪心。所以你看，爱意深重难自拔，因为我们很贪，我们什么都要。为了让孩子更熟悉璀璨经文，幼教七个班级不仅固定在每个星期三的周会进行璀璨导读，老师也分别在各个班级进行经文讲解。那个法水是一种什么水？忏悔水。对哦，有人告诉我是怎样忏悔的水耶，紫荆棒，他讲什么水？忏悔的水。这个忏悔让我们不再生气，喜不要再生气，还有怎样？喜不要再贪心，喜啊不要再想要多多玩具，明白了没有？啊！把经文化为简单的语言，贴合孩子的性情，也容易实践。经过两个月的密集带动，小朋友不只对经文朗朗上口，也纷纷懂得反省、忏悔、改习气，带起了一股忏悔风气。孩子这一连串的改变也延伸到了家里，表现令家长刮目相看。这个第三位小朋友呢，老师就请他的妈妈来跟大家分享。可是他以前都很爱发脾气，可是每次他发脾气，我也是都发脾气。老师自从教了这个忏悔法门光点之后，他真的改了很多，然后现在也没有老在乱乱发脾气了。来，我们给他们掌声。哦，你做错了什么事情跟妈咪讲对不起嘞？打妈咪，我代表对不起。要做错事，要认错，有勇气，要改过。他每次做错，昨晚上的做错了，就是对不起阿妈，你原谅我啦，你原谅我啦，我会改过啦。可以讲电话，不可以做坏事，不可以打别人。就是可以看到他很多成长了，就是开始很懂事，我觉得很感动了。哇，我孩子终于长大了。
之后呢，家长的回响非常的好，那我们就着手准备了今年2012年的璀璨演艺。今年的演艺我们主要是着重在火爆帐的推动哈。什么才是果报账？艰涩的因果观让孩子摸不着头脑。老师延续去年的做法，以孩子平时的行为来作为教材，提醒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目前我们就有在班级上推动爱心种子排行榜的运动，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直让孩子时时都可以警惕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他种下的会是好因还是恶因，那么之后他就会看到他的果报到底是什么。做这个的时候呢，他有用心听老师讲，他没有弄肮脏桌子，让老师安心的去画一个爱心。我还没有，那些爱心都是他们自己画的，主要呢会把爱心的画在前面，然后其实后面也有不好的种子，就希望放大他们的优点，然后不好的种子是希望他们从中是警惕自己，然后再去改过。做了什么东西就画红的嘞？做好事，做好事就可以画那个做坏事。你后面画了四个，你是做了什么？因为我做坏事，你看看我跟星宇一直挤来挤去，白兔姐姐。因为我班上的小朋友很多是活泼可爱，然后超有动力的，所以上半年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动哈变成老师很燥，因为他们就提醒也提醒过，可是还是讲不听。孩子之间的互动也因为老师的一个这样子的燥变成他们的互动呢，很多时候也学习老师的照，所以我看到时候我提醒他的时候我声音特别小，因为我知道我是理亏的，我是错的。过后我想我用什么方法让他们就是可以很乖的，会很听话，会很配合的，所以就会想到了爱心种子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也因为从中就是反观自照了，因为我自己的一个身教已经发生在孩子身上，如果我再不去就是调整的话，孩子长大也会用我这样子的身教来去对其他身边的人。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小朋友更了解经文的内容，老师问的问题孩子们都回答得头头是道。你去想一下哪一句经文是跟我种好跟不好的种子是有关系的，然后为什么你会选用那一句？因为二月星转三亮运，还有云端出雷神助二星。因为老师给我们，原本我们种二元的，我们就要改过。还有云端出雷神助二星，要穿贴一些我们做了的东西，一不好的东西。而这个好命种子的运动因为效果显著，也影响到了其他班级。你放什么红豆？为什么你放？因为我要借你让他上厕所，本来我有很多粒黑豆了吗？然后怎么？因为我做很多好事，老师就给我红豆。短短几个星期啊，真的是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良善的一个竞争，像小朋友的行为表现啊，就变得比较乐于助人，然后会去关心身边的人事物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就看到班上其中一个小朋友的一个贴心表现哈，那个小朋友叫做李静洲嘛，除了会主动去关心他的就是照顾他的朋友啊，然后跟小朋友的互动变好以外哈，再也把他延伸到那个家庭啊班上。你要去哪里？要去把老师当嘴。
今年5岁的吕俊洲，因为听了老师讲解水忏经文，志成发愿篇章，所以决定要做好事，守行为。俊洲，你每次都帮老师装水的吗？为什么？因为老师口渴要喝水。你为什么知道老师口渴呢？因为一直讲话，一直很累，然后就没有水，然后再一直转。拿给我啊，感恩啊，你要帮我拿是吗？我等下你拿不到。好好，我不懂。要打我啦！哎，静州，你今天是福田小志工吗？不是。然后？啊？怎么了？帮忙。你在帮小朋友哈？因为小朋友不够啊。小朋友不够啊。乖巧体贴的他，原来之前是个小淘气，在班上总是坐不定，又爱闹事，惹老师生气。那静州本身他其实蛮好动，然后也有点小气啊。那其实如果别人弄到他的时候，他都会找机会去做报复的行动。静州啊。就是不听话也是一直要影响其他人啊，不要捣蛋，所以要让他安静下来。可是他知道怎样自己才可以安静，因为他知道他会想到那个黑豆不可以做好坏事，红豆要做好事，他也知道不要影响大家演出，他就会安静。个性好动，俊州偶尔还是会行为脱序，但只要他一想起爱心种子的游戏，不只会克制脾气，还会关心周遭的人。而这样大的转变，连父母也赞叹不已。推动水忏过后，俊州比较明显的改变就是他会变得比较贴心，比较贴心，比较会关心人，会察言观色，会看一下你今天如果心情不好，他看到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就跑去问你：“妈咪，今天心情有好吗？”那么以前他会好像叫刷牙洗脸，我们要帮他挤牙膏啊、开灯啊、帮他套衣服那些，现在不会了、啊。他先挤我们的牙膏，啊挤我们牙膏，再挤他自己的牙膏，而且拿椅子爬上去开灯，自己套衣服，自己刷牙洗脸。老师，我要去关门吗？他不能装静静。关门呐、啊？去去关门。他比较细心啊，现在。以前俊州会这样，比方说看到门没有关或者灯没有关，我们叫他关，或者他看到他就会念，但是他不会管。那么我们讲，周五你去关门好吗？周末你不要自己关，你关啊，我关不到耶。就会谈判的话，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就比较细，然后比较能够接受人家的，好像说。接受人家理由啊，可以站在人家那边想，然后也比较贴心，会感人哦。就最重要听到这个会感人哦。我觉得一个人本身学术是很重要啊，但是人文好像比方说比隐形应该还第一啊，重要过学术。那我要的是他从小有一个善根在那里，会孝顺啊，会懂得感恩别人啊，会懂得尊重别人啊，然后。试着去为别人着想啊，这样子的啊，一个，我希望给到他一个这样子的教育啊环境。40位幼教毕业生依序上台，接受证书与老师的祝福。3年来，老师用心用爱的陪伴。给予了孩子良善的启蒙。今天他们不只要以水忏志成发愿的演出来回馈于所有的师长，也呼应经文承诺改变。因为我不要再念错错了。有改吗？
妈妈呢？妈妈觉得有，她真的是有改过了啊，她改过了很多。要做一个好人，就要口。口吐出来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美美的玫瑰花。要乖乖听话，不可以打妹妹。要照顾。水灿效应如一圈圈的涟漪，孩子在长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有了成长，甚至也影响了家长。我今年里面生了。他每次都会提醒他爸爸。啊！我看到哪里错，就讲说，你不答应我要变成妈妈吗 ？OK 了，弟弟就不要吃了。感谢老师，这个学校给到他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概念，给他成长。喜欢就好，给佩文老师，因为他每年都教我东西，我没有，好感谢他。无法确知孩子未来的人生路，但我们可以为他们打下心灵的预防针。幼教水灿让孩子从错误中学习，自我反省，培养好习惯，懂得造福向善，在他们的心里撒下好命的种子。这是幼教师长们送给孩子受用一辈子的礼物。蛮感动的，就是那种短短四个月里面，然后小朋友的就能把这样子的一个水灿完整的呈现出来，会很开心啊，因为他们终于在这里就是已经学成他们三年的，然后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会把这里学的就是带回家，然后去影响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经过两年的水灿演艺活动的推动，我们真的希望自己已经在孩子的生命里撒下了好命的种子，期待这些种子在日后茁壮成长，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祝福他们。